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我家里种的萝卜现在可以吃了，今天媳妇说要用它炖个牛肉萝卜汤，先薅一个。这俩长一块了，这能不是这是灯笼猴吧？大萝卜准备给它洗洗，把这屁股应该选去哈。嗯，那我洗吧。行，那我先放这儿了。切片炖的，这回切片炖的快。嗯，切丝儿，切细丝儿，细条吧，太丝儿也不行啊。我就是那意思。太长了吧？糊糊的呀，真香啊！这要是没有啥好菜，这就是好菜啊！新鲜萝卜炖牛肉。牛肉咱家也没有，就这一块。就这一块啊？嗯，在冬天买的。哎呀，等到冬天便宜，可能就买点。开始捅哈。嗯，你光吃这个。干啥唱嘛？哎，是不是馋奶奶了？爸爸，奶奶，到底是谁呀？奶奶。嗯，给大宝宝盛盛汤。看看这肉肉。嗯，你说拜拜，你今天媳妇做的牛肉萝卜汤，看着怎么样？吃白菜。那是干啥呀？出溜掉地下了，出溜。你看那手拿筷子挺像样的，真、厉害！你看也没教过他。嗯，他不用勺哈。嗯。愿意用筷子。你看他还会夹呢。喝不喝？你喝点汤呗，一会儿凉凉，你还温乎的再喝。啊，那个。真鲜呀，还是萝卜味儿。嗯。这萝卜正长呢，是吧？嗯。这天可见长了。啊，还长了。嗯。还长在菜里。嗯，长。不吃白菜了？豆。嗯。你不吃这块，又有爷吃了。啊？吃。你吃不吃？不吃啊。不吃爷。哎，光喝汤就行，光喝汤的味儿。